基本上是被一连串的 CC 控到死啊。DSM 就算有闪现跟大狙，这把头超级怪的。我有我靠，打一个打两个，这样连续的飞镖在中路的位置完成了一个一打。导弹亮出来了，对手的辅助。我靠，感觉是感觉恐怖的 PSG 来了。不要开团的，14分钟拿的经济 ，AD 拿了6765，差到快要2000块。然后其实讲实话哦 ，PSG 的下路拿到的得到的帮助也也没有到非常多，领先的5000块之中，感觉这线。巨大差距哎、欸，这就是我们 DTS 最强的双人线吗？有料哎、欸！然后包括预接，他直接走上去刷哦，真假？在没有 Q 的情况下去刷，结果瓦口没怎么怕，对面没技能了，这样就有点怪怪，因为他的阵型是安妮加悟空了，这两个才是最好的开战锚点。瑟雷西的工作应该是保护好 Utapo， 因为毕竟左边是双锁头，然后加上阿里，是哇，杀人不眨眼还没出手呢，柔柔手，还没用力的，哇，这波打出了击杀，甚至把经济。